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编，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次的这个新的活动的介绍了。那这个礼拜呢，活动的这个任务呢非常简单，你就只要去抓住这个葛林就对了。好，那他的奖励虽然说这个任务很简单，不过奖励还不错，他会送你300片叶子。那这个活动密密麻麻的文字怎么玩呢？其实它非常容易，基本上你可以先看到这个地方哈，你的进入这个活动地图之前，你必须要先打1000只的怪物。那这1000只的怪物呢，你就随便找怪打就可以了。收集满1000只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两个东西，一个是可疑的藏身处移动卷轴，那另外一个呢是宙斯卷轴。那这个卷轴呢，进入地图的时候一定要用它，一定要用它来打葛林。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好，那这个活动呢，必须要60级以上才可以参加。好，那相信很多人玩这个到60级基本上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所以那我就当作大家都可以参加了。好，那你每一次进去呢，只要使用这个移动卷轴就可以进去，那进去只有3分钟，那里面呢是安全区域，不能瞬移也不能记忆坐标，那这个不用讲啦。好，那比较要值得注意的是哦，就是你进去之后呢，他这边有写到角色身上的状态会强制变更为地图的 buff 效果。好，那我们直接切换到下面这里来看。好，来看一下哦，他这边哦，他这边有说地图的 buff 效果就是给你1、2、3段加速，我们就直接说3段加速好了。好，那他会强制把你变成是骷髅，会强制把你变成骷髅，所以你进去这个地图之后呢，你会用跑步的方式去追葛林。好，那这个葛林呢，大家都知道他移动的速度很快。好，那这个活动其实在韩版有办过，但是那时候韩版只有一只葛林哦，所以是追到大家都很堵然啊，所以在台版的时候呢，他这一次的葛林哦增加到了10只。好，增加到了10只，所以你只要按 auto 之后就很好过了。好，那千万不要用普攻来过这个任务哦。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宙斯移动宙斯的卷轴，那这个卷轴是干嘛呢？你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有一个闪电，没错，这个卷轴就是放极道落雷。好，那你在追这个宙斯的时候呢，虽然说他是用跑的啊，你在追葛林的时候，虽然说他是用跑的，可是呢，他的这个移动速度你还是会慢葛林一点啊，因为你必须要用这个卷轴去放魔法来电他啊，所以你每跑几步电到之后呢，又会跟葛林再拉开一段距离啊，所以记得啊，在追葛林的时候千万不要换别只追，不然你会追到吐血。追完一只打死电死了之后呢，你再去追另外一只。好，那我觉得台版的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可能会把葛林的这个血量调低一点啊，就是你可能一次电一只就死掉了啊。那韩版的话，那时候是一只啊电好几次，这张卷轴它是可以重复用的，所以到时候明天活动开始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卷轴拉到快捷键去啊，拉快捷键去，这样就可以随时来使用。然后一边追啊，你会在葛林一边跑嘛，那你一边在他后面追着他。追到距离快到的时候，你再放卷轴，要不然他会一直停，好，他会一直停，变成是你很难去追到这个，你很难去追到葛林。好，那千万记得就是一定要追打死一只，打死一只之后再追第二只，好，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时间真的很短，只有3分钟而已，所以追十只基本上应该是不难的。然后在这个地图里面啊，你没有办法使用这个魔法，也不能聊天，你就是好好的把你的任务解掉之后，然后再按回卷，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它的奖励呢，就是300个叶子，还不错。好，这个尤其是对乌克兰玩家来讲，这样子每天可以领的叶子又多了300个，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还不错。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个礼拜抓住快角葛林活动的这个介绍，感谢大家收看。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订阅，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台版或者是韩版的最新资讯，还有最新的攻略也会透过影片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请务必要订阅哦。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